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是一个著名潮流品牌，日本潮流品牌的老板开的，而且听说很多的这个材料都是从日本直接运过来的，所以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觉得喝咖啡吃饭，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就很舒服的感觉。因为我喜欢收藏的东西，包括像身边的很多，比如说帽子。各种各样的礼帽，各种各样的领带也好，领结也好，因为我觉得每个男生都要，有配件可以选择，因为适合不同的场合。然后我自己，首饰品也蛮多的，像银饰品啊，因为我觉得，也喜欢就是小小的，就是低调的华丽去搭配，自己的穿着这样子。